我真的有殺到人，我現在認了，我良心還好過一點。你留一些錢給兒子，將來讀書還好。為什麼林太會有這樣的表情？這樣說，總之你照做吧。Yes sir。最好的律師幫你的。Madam Yip， 是。Yip 話落完 charge 之後，可以俾林麗森保釋。乜謀殺去保釋嘅咩？林太，你係咪著九號鞋？你係咪中意著斗領踭嘅高踭鞋？阿 Sir， 林太，你一定很好奇點解我哋會攞你對高踭鞋化驗？因為喺兇案現場，即係死者梁思敏頸筋上邊，我哋發現咗一個鞋印，一個斗領踭高踭鞋嘅鞋印。正常嚟講，一個人唔會俾人留呢個鞋印喺條頸筋上邊嘅，除非佢係暈咗或者係死咗。我唔明白你講咩。你好快就會明白。其實我一直留意林太，你又好中意著斗領踭嘅高踭鞋。法證嗰方面比對過，喺死者頸筋上面嘅鞋印，無論係腳掌嘅受力程度，亦或係鞋踭嘅磨蝕方向，都同呢一對高踭鞋完全吻合。仲有，我哋驗過你嘅 DNA， 同死者梁思敏右手指甲裏邊嘅皮膚組織係完全吻合。咁即係話，死者梁思敏死前曾經同你接觸過，你會唔會認係你殺佢嘅？其實你一直知道你老公同梁思敏係有私情，你好憎佢哋。你點知噶？你一直都想梁思敏死，亦都想將罪名交還俾你老公。你一定好奇怪，我連呢一點都知道。其實係你嘅身體語言出賣咗你。頭先你喺走廊係扮演一個好無辜嘅妻子，其實一路都扮得好好嘅，直至你入咗呢。Madam Yip話俾我聽。你一聽到你老公承認殺梁思敏嘅兇手，話咁做係令佢良心好過啲嘅時候，你突然之間鬆咗口氣，好似解決咗一個好大嘅難題。正常嚟講，一個老婆聽到老公咁講，佢嘅反應會係傷心、激動、難過，甚至乎係暈低，但係絕對唔會係鬆一口氣。你咁嘅表現，因為你已經揾到一個代罪羔羊。梁思敏搶你老公，你想佢死，這個唔難理解。但林慧生是你老公嚟嘅，点解你要嫁祸佢啊？佢做过啲乜嘢令你咁憎佢咧？系佢哋两个害到我咁噶，我憎死个女人梁思敏呢只咁嘅狐狸精，恃住自己后生有几分知识，啱啱又抱抱高冇几耐啫嘛，就勾引我老公。仲成日打电话嚟招我，你人老珠黄就冇再缠住你老公啦。我见过你噶，你对眼斗士咁细，又多雀斑，好心你去整下容啦。我又后生过你，又靓过你，你点同我争啊？焗死佢！等佢哋两个咁样嚟对我啦。本来成件事，个天都喺度帮紧我噶，个天喺度帮我收紧呢对狗男女，我真系估唔到。竟然俾你识穿，林美如女士，我哋会落案控告你谋杀梁思敏。告我？告咪告咯！个贱女人谂住同我斗，最后赢嗰个咪系我，赢嗰个都系我啊，系我啊！我赢咗。